نیست.好，它的包装就是一个塑料的一个礼盒的包装啊，也这也谈不上礼盒，一个杆子，300毫安的电池，一个 USB 的充电线，自灌油的一个油烟弹和一份那个使用说明书，一个擦拭的一个布，就像手机一样，有时候我们有指纹啊什么的，可能就需要用这个布擦拭一下。这边呢是烟弹，这充电线啊。组织范围是 1.4-2.5， 储油量是 0.7 毫升，雾化性是纤维棉芯，功率是 5.5 瓦。那么这是这个杆子 Alpha， 很漂亮啊，我也很喜欢它。59克，这是目前我用过的，就是杆式电子烟里面重量最重的一个，59克啊，这也是我喜欢它的原因啊。它的手感确实非常好，全金属外壳加上 CNC 的削切工艺，类似于钢琴烤漆这样的。它是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盖和下面。你们说为什么上下的颜色不一样呢？其实我也很奇怪，它们的配色就是这样，它们是撞色。它的烟弹呢是使用 Juul 规格的烟弹，跟 Neo 通用，跟 Juul 通用。注油方式是把上盖打开，把上面这个橡胶圈整个取下来，左右有两个洞，然后就往这个洞里面灌油就可以了，盖上上盖，然后插入机器，插入之后灯会亮，慢慢的盖上这个上盖，缓缓的关上就可以了。它的电阻呢比较高，油槽容量呢也比较小，但是它的这个手感以及逼格是我认为目前我用过感觉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好的一款。那么之前在南美爆珠的这个评测里面，我把它跟美特还有 V3 作为一个对比，它对果味的解析呢是排在最后的。那么你说啊，那排在最后，那评测它有什么必要呢？但是呢，对电子烟而言，每个人的需求都不一样。它虽然是排在最后啊，它依然也能够表现出啊果油它应有的味道，只不过是没有其他设备那么浓郁而已。我觉得它的最佳的适用的一个场景就是什么呢？就纯替烟用户，因为我果油抽的不多啊，就除非有抽薄荷，一般我的口粮就超级烟的翠贝卡15任，我在它上面呢也已经抽过了翠贝卡和15任，在15任的表现上，它搭配超级烟的话，它能够满足我就是解瘾的需求，15任的可可味道以及翠贝卡的焦糖味道，它也能够表现出来。虽然因为它的烟雾没有像美特或者其他的设备那么大，但是也能够满足我的这个节约的需求。然后300毫安的电量说实话不多，我用的话可能是1天多2天不到吧，就是在搭配高毫克的超级烟的情况下。那如果只是一个纯替烟啊，搭配超级烟来抽，或者是对口味要求不那么高不那么追求的话，它在你的外观和手感上能够给予你相应的一个补贴补偿吧，就是你拿出来之后，哎，人家看，哎，这是什么东西，看起来有点意思。搭配超级烟没什么问题。那么它有缺点，就跟很多镜面手机一样，它的一个缺点是指纹收集器，就上面这个地方很容易就沾到指纹。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到啊，尝试拍一下给你们看一下。啊，你们看到我指纹没有？但是呢，它指纹也很好擦除，用手轻轻这样一抹。那么它还有一点，也是因为它是镜面设计，所以我抽的比较多的话，它这个地方呢，会有一层，就会明显看到好像有什么东西干在上面。所以的话，我一般就是用纸巾来把它擦，或用手用力的把它蹭掉，或者这也能够理解它为什么会带一块布的原因的。然后它的吸嘴呢，很奇特的，就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圆形的啊。其实也还可以，一开始我会觉得有点大，它是我见过吸嘴最大的电子烟。但是当你使用了几次之后，你会发现因为它的这个嘴啊，这个地方是个弧形的，它不是扁平的啊，它为了保持这个设计的那个对称和那个审美，它是一个圆弧形的，所以我嘴巴可以这样像亲嘴一样，就是把它轻轻的含住就可以吸了。吸足是那种比较紧的紧实的吸阻，它的充电口在侧面，在这个地方，看到没有？有时候我要充电的话，我必须要取出上盖，然后把充电口插这个地方来充电。然后烟弹呢，卡的有点紧，但是跟烟弹有关。
有的烟弹就不会，我之前的前两个烟弹就不会，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紧，所以我要用嘴巴。总而言之，这个设备呢，它的解析力一般，适合搭配高毫克的超级烟，进行一个替烟。对水果方面的解析呢，略微有些薄弱，但是也不至于说什么都抽不出来，比普通的陶瓷烟，还是要好一些。其实它的解析力跟聚果的规格是差不多的，因为它用的是聚果规格的烟弹嘛，也是用的棉花芯。所以单纯只是一个替烟的办公室用户或者商务人士或者是公务员之类的，就是你希望在你的电子烟的这个外观上和手感上有更进一步的要求，我觉得爱法是一款，综合下来比较适合的一个选择，我个人这样认为而已。如果喜欢这种造型的，喜欢这种手感的，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好，这是爱法的评测，微博流转，我把这套爱法送出去，还有几个烟弹吧，还有两个新烟弹。到时候可以感受一下，欢迎你的收看，也谢谢你的支持，我爱你，我爱你们，再见。If you want to look at a tiny gate that becomes the power, you can use your favorite engines to deliver a brother to the sea or the top. So if you need this job, not only can you do your mouth rolls, but you can also do a nice cup of water. Once that starts, this is all time to go into your mouth roll. Now, when you take a mouth roll, if you take a dab, you're going to get a more authentic mouth roll. If you take a close and long breath, and all three, you're going to get a more open mouth roll. That's a mouth roll, man. Personally, I prefer it because of God. Let me tell you.